一出真的很好看的。好吧，我就跟你说很好看吧，帮助你来疗效啦。好嘛，还不错嘛。可是哈，请问一下，你刚刚那手机电话是谁呀？啊，我、就是那个女的、你干嘛一直看表演还边看手机啊？我没有啊。Are you sure？ 我明天有看到。就跟你说没有哦，烦呢。他为什么一直打电话来嘛？我怎么知道啊？他会问他。我们约会吗？是小花吗？不是啦。你很烦，根本就不爱我啊。哦，又来了。不是跟你说我爱你吗？你骗人。每天都讲，还说我骗你？那为什么他一打电话来，你还不敢爱拒绝？啊，电话就响了啊！人家在那边表演，你走开，你走开嘛！宝贝，你干嘛啦、你不根本不爱我、你又在那边读，你走开！好，走就走啊，了不起啊！走啊你！好，走了就不要后悔。在吸取后才想的，而挽回不了的，就不该让它发生。是的，这部冲动影片是可是荣获中国汽机车协会的交通安全比赛全国第三哦。主要呢是由资本团的同学谢维泽、庄念华、巫艺书、沈博君以及林正杰同学的用心演出。啊，看了这么令人深省的这种影片，真的，同学们千万不要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啊！是啊，我有鬼片的感觉。